你现在也学起做生意来了。嗯，这个人是个好汉。好功夫，天下武学总会在少林寺。要成为武林高手，必须经过最严峻的考验。少林三十六房，少林一共有三十五门，你准备从何方学起？老袁从第三十五房学起。你能够在短短的5年中。 在少林三十六房修炼成功，真是智心可嘉。一个武术天才震撼少林，奋勇对抗朝廷的英雄故事。功夫大师刘家良代表之作，少林三十六房。